和米卡车总是不厌其烦地搞恶作剧，幸运的是超级卡车和马蒂尔达来阻止他了。超级卡车小心，马蒂尔达你还好吗？马蒂尔达需要去医院治疗。别担心马蒂尔达，超级卡车会保卫城市的安全，是时候变身了。超级警车会在马蒂尔达治疗期间阻止鳄鱼卡车。真是一团糟，超级卡车没法独自处理好这混乱。那是警笛声吗？艾尔莎是来恢复秩序的，我们来恢复交通秩序吧。这是给汽车下达指令的正确位置。起作用了，交通循环恢复正常了，做得好，警官们。莉莉在交通堵塞时把桑尼弄丢了，警车们，我们去找桑尼。警车们正在调查桑尼的行踪。刚刚桑尼在吃饼干吗？让我们跟着线索走。桑尼，你在这儿呢？怎么了？鳄鱼卡车偷走了桑尼的饼干。艾尔莎，带宝宝回莉莉身边。超级卡车，我们去阻止那个小偷。弗兰克需要人帮忙处理那些好奇的汽车，分头行动吧。在艾尔莎追踪鳄鱼卡车的同时，超级卡车会帮助弗兰克。弗兰克，你先灭火，超级卡车会让汽车们保持安全距离。这都快造成交通堵塞了，你得赶快疏散他们。超级卡车，做得好，弗兰克。超级卡车，艾尔莎仍然需要你的帮助。艾尔莎累了，她需要支援。别着急走啊，鳄鱼卡车，小心！艾尔莎，超级卡车，是时候使用 ST3000 了。冰冻射线能阻止鳄鱼卡车的炸弹。鳄鱼卡车正在扔更多的炸弹，糟糕，火焰挡住了路。超级卡车，快用你的冰冻射线。这样下去警车是抓不到鳄鱼卡车的。马蒂尔达回来了，鳄鱼卡车，你被捕了。不，别啊，这应该能让鳄鱼卡车冷静下来。你看起来好多了，马蒂尔达。城里又多了一个小偷，警车们前来救援。你好，卡尔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马蒂尔达和杰瑞即将开始一场友谊赛跑。那是谁的脚？不，大鳄鱼在这里，看起来他想参加比赛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卡尔，我们变身吧。怎么了宝贝？
不要太自信了，你可能还不够快。超级跑车，完美。哇，这些家伙真快。哦不，大鳄鱼在计划着什么。哇，差一点儿。嘿，这不公平。你们还好吗？那个坏家伙大鳄鱼。看起来你又有主意了。加油，超级卡车，你追上来了。你想瞄准这滩水吗？中了。耶，超级卡车要胜利了。我想杰瑞和马蒂尔达在生你的气，大鳄鱼。让我们感谢超级卡车带来了这场精彩的比赛。超级卡车，哦，我明白了。干得好，卡尔。我们今天有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。看来鳄鱼卡车也想参加比赛。好吧，但你得保证公平竞争。好了，我们试一试。超级卡车，这不公平，鳄鱼卡车在作弊。是时候做点什么了。
好耶，你救了他，超级卡车。啊哈，我们再玩一次。超级卡车会确保鳄鱼卡车公平竞争的。犯规了，鳄鱼卡车，你将收到一张红牌。就是这样，鳄鱼卡车。啊，不，昏睡粉末。现在我们有大麻烦了。是时候用 ST 三千了。嗯哼，水管吗？你要做什么？超级卡车。让我们赢得比赛吧。冲啊！得分，获胜者已经出来了，超级卡车队赢了。好吃。本需要你的帮助，超级卡车，有人偷了他的西红柿。马蒂尔达，你是在寻找番茄贼是谁的线索吗？超级卡车会负责这一边，你负责另一边。这些番茄字是通往农场的吗？超级卡车，是时候变身，跟着这些痕迹走了。这些痕迹会给你清晰的线索。马蒂尔达，你听见什么了吗？啊，不，超级卡车，线索直接指向了你家。鳄鱼卡车，你真的在帮超级卡车浇花吗？超级卡车，
我觉得鳄鱼卡车肯定有什么阴谋。不，那是番茄字。超级卡车，那些是本的农场丢失的装番茄的箱子。超级卡车，我觉得鳄鱼卡车要陷害你。不，超级卡车，他们和你脸上残留的草莓蛋糕渍的颜色是一样的。马蒂尔达觉得是你偷的。对不起，超级卡车，你被冤枉了，你得去追鳄鱼卡车。我知道你会有办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。你为什么不变身，然后直接越狱呢？很好，钻井车。现在你可以凿出一条路出去了。现在去追鳄鱼卡车，为什么不从你房子周围的线索开始找呢？好像有箱子相互碰撞的声音，声音是从你的房子后面传出来的。快点，超级卡车，在他逃跑之前拿出 ST3000。好主意，超级卡车，他躲不过粘液枪的。超级卡车，你没击中，他就要跑了。你可以的，超级卡车。停，马蒂尔达，本，超级卡车抓住了真正的小偷。他在那儿，超级卡车被鳄鱼卡车陷害了。鳄鱼卡车，看来终于到你了。本，你可以拿回你的西红柿了。你终于回到了属于你的地方，鳄鱼卡车。对不起，弄错了，超级卡车。但是能抓住真正的小偷真是太棒了。来吧，宝宝们，我们继续回到珍妮的话题。今天是地球日，她会教你们关于树的知识。你是嫉妒了吗？不，他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不，鳄鱼卡车，快停下。你的客户也拉着你。我们需要英雄的帮助。本种了新树，它还剩了很多种子。超级卡车，我们需要你去公园。鳄鱼卡车在那儿，抓住它，超级卡车。别跟丢了，超级卡车。不是冰。是时候变身了。超级垃圾车，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要推动自己向前。
好耶！又是他！当心！你得向珍妮和孩子们道歉。鳄鱼卡车只是嫉妒孩子们，现在怎么办？超级卡车本带着种子来了，我们不能恢复失去的树木，但是我们可以种新的。谢谢你，本。也给你一个。不许吃鳄鱼卡车。做得好，宝宝们。宝宝们玩得很开心，让我们播下更多的种子吧。没门，你把它们全吃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是的，我们可以从树上得到更多的种子。也许我们可以用 SD3000 来帮助它们生长。这是时间枪，它可以加速增长，多棒啊！鳄鱼卡车想帮你，超级卡车，好主意，鳄鱼卡车，树需要水生长。完工，鳄鱼卡车，你的帮助让我们很惊讶，做得很好。珍妮，你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有些事永远不会改变。